唔係吹開剪嚟㗎，買張咩啊？呢、這個係水彩紙呢張好喎、啊，呢張呢個係咩啊？嗰陣時嗰、那個瑞典紙啊，瑞典素描紙啊，個個都係大多數用呢張係邊度嚟㗎？呢張呢個真係難講啊！真係呢個講嚟一段古係統一碼頭起巴士站嗰陣時嗰個地盤，即係大笪地，未到大笪地，唔係大笪地，係係即係而家嘅 IFC， 而家嘅國金嗰度位，係係啦，而家國金嗰個位。哦，呢、這個就而家國金嗰個位。嗰陣時你喺度畫咧，其實你冇諗住係有啲乜嘢，即係淨係好中意畫，淨係畫畫啫，我唔係。不是有咁遠見去畫歷史，根本又我係畫畫畫到發燒友嗰類，即係翻工前又畫，放工後又畫咁，係咁樣去畫畫。呢度係船廠嚟㗎，邊度？啊，紅磡船廠啦。紅磡船廠。哦，即係而家黃埔花園嗰啲啦。黃埔花園嗰啲。呢張未表埋個杯嘅，呢張未表埋個杯，啱啱都未乾。後段章唔要咁嗰類咯。但你出到街咧，有冇話揀特別有啲咩題目你好中意畫噶？冇。總之見到啱仔就坐落嚟。即係講感覺。即係呢一批大概都係五幾年、六幾年嘅時候。係咯，六十年代啦，算做係。大澳期添啊，仲係。呢只大澳。大澳啊！啊！真係滄海桑田啊！嗰陣時真係。呢個大澳嚟嘅，呢個大澳，呢個大澳係啦，呢度上。我以前未有橋嗰陣時啊，而家有橋啦咩？而家有橋，我都好耐冇去啦。有橋好耐啦，我上次都未有橋，我上次去都十幾廿年前，十幾年前。咁你由幾時開始畫㗎？大概正。詹叔咧就俾你知道，詹叔係1931年出世嘅。係啊，正正式畫畫咧就係、是。應該52年咁嗰陣時正式開始畫畫，即20歲到。52年，20歲到。哦，其實即係呢啲係早期嘅作品嚟嘅喎，可以咁講。係早期作品，即係畫咗8年到嘅啫喎，呢度。呢啲係早期作品咯，係。係早期作品嚟嘅啫。咁即係一開始就自己畫下畫下先咁樣啦。畫下咯。呢啲好啊，呢啲。呢啲就係市區啦嚇，有的士又。呢個馬沙街。哦，馬沙街。哦，馬沙街，我知道啦。馬沙街，我記得呢度，就係。咁闊㗎，以前嗰條路。唔係，我諗有啲藝術誇張咗嘅。誇張咗啫，應該係。我就喺馬沙街轉過嚟，即係電車轉角嗰度。我中意呢啲咯，我中意呢啲畫，個構圖。嗰度上班啊嘛，我個。呢啲杜海小輪啦，呢只係嘛？係啦，呢只杜海小輪。呢只有車嘅。我行即係有車可以入到去嘅，好追求嗰個太陽嗰啲陽光嗰啲。不過衰在呢啲紙咧，嗱佢化咗毛咧，整唔翻嘅咯喎，洗唔到嘅喎。係宣話唔同宣紙喎，宣紙反而洗到喎。呢個成張紙係黃。係啊，唔係有毛點啊？但係而家仲都有嗰個味道喺度喎。咁咪舊畫係咁㗎啦。好，呢張好喎，呢張畫。係嗰陣時去。呢個統一碼頭啦，即係。啊，統一碼頭。係啦。新鮮嗰陣就好鬼靚嘅。嗰陣時係追求一啲咩感覺？你畫嘅時候。就係將畫畫出嚟嗰啲咁嘅效果咯。係要求啲色啊、光啊，嗰陣時有一個係一個要克服嘅技術嘅問題，咁啊好俾心機去做呢啲嘢啊嘛。我係西環上環嗰啲樓梯啦。上環嚟嘅。應該就係中環荷里活道嗰度。哦，荷里活道嗰啲行嘅樓梯嗰度。即係應該係現拉行之前，九兒坊嗰度上去。明美船廠呢度係邊度咧？係香港仔。應該係油麻地嘅。油麻地。差館。油麻地差館後面嗰度嗰啲地方。即係而家進發花園行出去嗰度，果欄隔離嗰度。係啦，嗰啲地方。嗰啲好嘅全部都六幾年。呢個就土瓜灣。土瓜灣呢幅都好啊！呢幅。土瓜灣，我又住喺土瓜灣。你住嗰頭嘅。我初初結婚嘅時候住到，好有啲好有大排檔嗰啲味道啊！當時可能唔知啊，而家冇曬啦。我細路街嗰度好親切嘅一兩檔，因為呢啲就係我細路仔嘅時候生活啊嘛，生活就不離呢啲嘅。有曬街，即係嗰陣時就冇諗住係會記錄一啲香港嘅嘢，就真係好中意畫畫咁樣。完全係中意畫畫，係我同埋我諗你係中意畫景咯，中意畫景，唔係畫植物，呢樣可以畫植物。係咯，我就係諗緊中畫景。
就是畫當代的趣味。嗯，這個呢是什麼呢？現在是灣仔，灣仔街市對面現在起了大廈啦，就是初期是這樣的。有街市對面燒柴的，我即是那時候還是未填海之前的東西來的。沒有，但你譬如這兩幅，這些可以傳世了。我一看都是統一碼頭了，已經這個統一碼頭呢實在是填了海沒多久的。即是它真的有一個感覺嘛，我一看到你沒有跟我說，我就說統一碼頭是不是，所以就是成功可以傳世了。你想畫回那個感覺嘛，當時。但那個街景為什麼那麼吸引你去畫？我都不知道，是我想這些是個人很直接的。可能我就在街邊長大的，他的天分是什麼，即是為什麼你說譬如有些人為什麼他畫，有些畫家畫靜物沒得解的，我就是誰畫靜物，因為我自己本身畫畫我很喜歡望著街，但我很少畫一些即是兜兜面個你都有畫過街景，是啦，以前有畫過，你都畫過街景㗎。這個是馬鞍山的石礦場。哦，那個很出名啦，那個就是個礦場的下面，那時候是一個小社區來的。是啊，有醫生有剩的，但現在就荒蕪一片荒野來的，現在是當時是一個小社區來的，因為有個鐵礦在那裡嘛，有些礦工在那裡住的嘛。那時日本仔的，好像是日本仔公司的，啲嘢啲鐵運翻去日本邊度啊？即係嗰個鐵礦是日本仔公司嚟，喺馬鞍山。而家冇噶啦，你去到咧，仲有啲舊嘅礦洞嘅，有啲鐵路嘅，有啲，但係就冇曬人噶啦。而家個郊野公園。荒野，而家係荒野。但係當時咧，你睇係一個小社區嚟嘅，就係咁樣咯。所以呢啲好多人都唔會，即係我知道有我知道咁嘅認知，但我未睇過。咁啲相我睇過嘅。但其實在看畫咧，那個感覺強烈啲嘅，刺激個強感覺強烈啲嘅。但而家畫咧，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安排過個畫面啊嘛，咁啊樣啊嘛，係啦，所以就得大一輯，咁啊咁多就咁多啊嘛，咁啊，所以呢個咧，我又要即係畫嘅內容都有啲選擇咯，有啲或者前面有棵樹喺度，我就唔要咗佢咯，有增減啊，可能嗰啲嘢咯，有一群嘅，唔係你玩藝術都係即係1950幾年、1960幾年嗰陣時，即係都有一大好多人會一齊即係出去寫生，或者好多人係寫生嘅喺街度，好興嘅嗰陣時，好興嘅，即係嗰陣時係有真係有啲文化活動，而家係真係冇乜啦。但現在譬如我上網看你資料，有些學生是跟你都是學緊畫寫生啊，在街上一起做的。是啊，我都是帶他們出去寫生。我現在星期一就是跟一班朋友去在香港四圍畫，畫油畫，主要是畫油畫的。混了一班阿叔阿嬸阿叔阿嬸嗰一輩啦，咁啊偶然啊有啲後生啲嘅都有興趣都來中嚟啊。咁但係點解咁有經常活動？即係好中意先可以做呢樣嘢喎，每個禮拜或者真係 keep 住做你。你諗下做咗幾好多年，5、6年嘅咯。我就覺得我自己同自己講笑係已經係不歸路嚟嘅上一人。即係等於嗰啲賣。慢不得的，是上癮的，就是喜歡畫呢，又不是無厘頭地畫，就是想都安排一個題目給自己去做，比如要畫香港，60年代又畫香港，現在都還是畫香港的題材，因為這些題材是永遠新鮮的。個社會變了之後呢，那些景啊什麼都變了，你好像中環初初那個那裡叫做什麼雲南街隔離那裡的酒吧，初初得幾間的時候呢就很新鮮熱鬧啦，現在成行城市呢，已經發展到上環都係咯，係啊，係嘛？去到而家去到堅尼地城，係咯，公眾點放隔離都有，係啊，都有酒吧。即係話嗰啲酒吧已經係成個中環區，即
啲舊街好多都變為呢個，因為而家咧就係嗰啲住宅都改埋做商業用途，個社會係喺度變嘅，而且係有啲發展得都算健康嘅。啊，你如果仲係保留以前啊，成日三嗰啲地下鋪頭，成日都係閂埋門係住家嚟嘅咁，嗰個社會係唔發達。有冇諗過畫其他嘢嘅咧？其實你即係創作咗咁多年裏邊，有嘅，有其他嘢諗緊嘅。嗯，啊，呢個係只不過係一個經常性嘅活動咁解啫。哦，即係話我嘅睇法咧，去寫生都係一個創作手段。唔係照版煮碗，唔係有好多人話寫生只係一種練習。我嘅睇法唔係咁。當然。創作另外強調一些有故事性的有主題性的畫呢，那個就是另外一樣，這個寫生都是去搜集素材咯。我或者我現在畫了一集風景，我將其中的風景一些組合埋，那個我的題目是要描寫生活那先，這個生活很空泛的，你要有些實際 的觀景的東西才可以表現得畫的嘛，即是說有個內容給你去借住你那個畫面內容去講述你心中想講那個生活狀況，要一些感性的素材，你 在畫室裡面靠片翻書啊，剪舊報紙啊，或者畫啲舊圖片啊，咁係冇意思噶。佢即係嗰個即係話係而家講嘅叫做係咩啊？再創作啊，同埋二手創作啊。咁即係話你攞個歷史圖片去畫成一張畫。咁我覺得咧就係唔夠味道咯。咁啊，當然你畫歷史借助圖片係完全唔啱嘅一回事。咁你又要有一啲感性嘅嘢落去，唔係完全喺嗰啲歷史堆裏面去抄咯。即係你創作嘅時候都喺翻，即係你基本上嚟講係好享受你畫嘅時候嗰一個時刻。嗰陣時係做咩嘅你？我係喺一個出版社做做設計員嚟嘅。即係設計封面啊、設計版面啊嗰啲嘢。即係翻工放，即係可能放工之後經過。你係特登去，即係會自己留一兩個鐘咁去畫完畫。遲啲翻屋企咯。遲啲翻屋企就早啲翻工，咁九點半上班咁，咁咪五點鐘就後生仔啊，冇所謂啦。一早起身去到住喺土瓜灣，又去到月中環都未夠七點。即係好大癮噶咯嗰陣時係。直情係大癮，所以話即係攝影嗰啲叫做發燒友嗰一類。是發燒友嚟嘅。哦，即係以前有寫生嘅發燒友嘅，因為而家我好少接觸到，即係呢樣嘢。光啟明都係㗎。但係我喺街度唔會，即係我自己嗰個生活係咯，好少喎。即係慢慢呢個方法係，即係可能越嚟越少人去用呢個方法去。上課老師要規定嗰個功課，帶佢哋出去畫畫咁，叫佢自發性去。去畫冇人制嘅，冇人制嘅。係咯，我就發覺而家好少方法去畫低一啲。而家個個冇相機又咁方便，個個就都速寫都少啦。